到屋里头过生活着吧？没有，现在给人家承包着的。哦，就做事去了。做事去了。我是新疆打工啊。新疆的。啊，克苏的。啊，克苏。你是为这做啥工作？建筑、搞电。电工哦，我做电工，电工的话也收入还是挺不错的。嗯，这就是个物理工嘛。新疆的话，做物理工吧。给别人打打的嘛，这随便物理工。什么给家里好些点，就家里好些点。所以说，主要是苹果的话，也种苹果种的好的话，也收入能行。这些方面割苹果，说是有时烧娃子，老鼠也哈去了。烧娃子。得烧娃。烧娃子没吃了。再过个两三年就吃了。大到十几二岁。哦。我这还是，花费大哦。哦。主要打工，以打工为主。打工为主，到厝里边主要是归，是，夫妻有一上班这方。夫妻，哎，咱这地方也没有熟人啊。没熟人。找不到活。找不着活。那新疆相对来说，厝里边上班的人多。嗯，那面，你看。我也在那边干几年成得了，那边认得的人多，人多啊。这些方面，你看像我给那个四川老板打工去了，人家干啥很。四川老板。就是哦，他能找到钱找不到钱，一嘴就得停工，把你的钱拿上走就行。哦。就是这样。都干活的人一年都几兆呀，是归工资啊。哦，一般干的年资钱拿不到，就像我们这个老板是。就是他能要到钱，要不到钱，一到回家的时候，给你把钱结算了。对对对，这老板也人也不错的。啊、哦，嗯，这准备是年过完啥时候上新疆了？准备二月份三，现在二月份嘛，都三月份了，正月就出现了。正月就出现了、嗯，哦，我到财务来去继续段时间。早结束。嗯。这个还没事干。你年前啥时候回来的？这春节来得早，来得早。嗯，春节，家里不行、啊，不行就到六四月份之后到六月份下来了。哦，确实给家里的。我的意思啊。嗯。这今年要早生上去了，春节待个就没有过多天。哦，这早生上，对对的。你们好，由西安北开往兰州。陈伟伟，现在生活还是相对好点的吧。总体来说，人家南方人这的生活可以啊，共同富裕，一些米饭，厉害啊！就是咱老家的人不习惯吃这个米饭，喜欢吃面。哦，喜欢吃面就给人掏钱吃一碗新鲜的干。我可以。干拌。嗯，我可以，我一些山东米饭都统统可以吃。啊、哦。嗯。这到兰州的话，相对方便些。哦。现在坐高铁方便，早晚点了。没钱，这个一个都要上了。啊。旅客们，刷起明天去下。2653次旅客。朋友们，我们刚才和这位大哥聊了一会儿哈，大哥现在，家里面的果树也是租给别人，自己在新疆的阿克苏打工，自己在工地上做的是电工。一年的话收入个五六万，在新疆这样的收入，大家觉得高还是不高？大家可以在视频的评论区留言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儿，朋友们再见。